熟悉的音乐又来了，抱歉，今天嗓子虽然有些哑，但是我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时装之夜，我是演员秦岚，非常的荣幸。去年我饰演的富察容音成为许多朋友心中的白月光，当然她也是我的，因为她的温柔，她的淡定，她的包容，她的柔软，时刻触动着我。我觉得时间有的时候会馈赠给我们一些非常珍贵的礼物，它会让一些人变得用柔软包裹自己的锋芒。我们总叹息一天一天过得很匆忙，非常的快，转瞬即逝，可是每一刻的当下才是我们应该拥抱的永恒。所以在这儿，我希望我自己协同更多的朋友能够一起，每一天都做一个最闪亮的自己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就更辉煌的未来。谢谢。